1981年5月，朱鹮最后的七只野生种群在洋县被发现。历经40余年的保护，全球朱鹮的种群数量已突破10000只，已经脱离濒危现状。朱鹮的保护被誉为世界拯救濒危物种的成功典范。朱鹮，洋县当地人称为红鹤，都说见到它的人生活会变得红红火火。朱鹮生活在村庄周围，用美丽的身姿把这些乡村的天空点缀得五彩缤纷。这根松树侧枝是朱鹮交配的婚床，它们陶醉于爱河，久久和鸣。这些朱鹮都是洋县1981年发现的那七只朱鹮的后代。而今，洋县几乎每个小山村都能看到朱鹮的身影。这是洋县梁河村小树林中一对朱鹮夫妇的窝巢。他们已经连续4年在这棵松树上筑巢了。他们像农人一样勤恳，雌雄鸟一起承担孵化任务。朱鹮一般产卵2到4枚，这窝朱鹮产下了4枚卵。他们的邻居在一根横着生长的松树侧枝上搭建了一个大窝。为了养孩子，他们都很拼。这对朱鹮总担心他们的窝巢不够结实，恨不得把田地里的枯草都搬回窝。他俩的窝巢体量实在太大了，让人感觉快要压塌了这根松树侧枝。在朱鹮的巢区树林中，从东南亚飞回来的兽带也在繁育后代。兽带分红白两种色系，飘逸的尾羽为它们赢得了中国天堂鸟的美誉。兽带一窝产2到4枚卵，一般能养大2个孩子。气温变化，食物减少，直接影响着雏鸟的存活数量。窝小，有些雏鸟被挤掉下去也会因之而夭折，但兽带还没想到要改进扩大它的窝巢。洋县属北亚热带内陆性季风气候，春夏多雨，雨天山林中气温骤降，湿冷难耐。这对朱鹮的孵化是一个艰巨的考验。这对朱鹮的窝巢树枝用得多，软草用得少。亲鸟需要一直趴窝保暖。如此辛劳，悲剧依旧在发生。一枚卵破损了，无可奈何的亲鸟只能将卵壳扔出巢外。它们产下了4枚卵，却全部孵化失败。失去孩子的朱鹮亲鸟，静默如雕塑，仿佛
在为夭折的孩子默哀。雨水浇打着树叶，泪珠般的水滴让森林弥漫着悲伤的气氛。大自然就是这样，生死离别，悲心交集。他们的邻居正在享受日光浴，显得惬意而轻松。松树侧枝上的这窝朱鹮成功孵化出了两只雏鸟，这两个小生命正在亲鸟的呵护下慢慢长大。亲鸟把黄鳝、泥鳅等食物消化成糊状，再喂给雏鸟吃。捡食巢材会持续整个繁殖期，这些新鲜的树叶能为雏鸟遮阴，也能去除异味。在青鸟的悉心呵护下，雏鸟茁壮成长。30天左右，朱鹮幼鸟就快和青鸟一般高了。拥有一个温暖而牢固的窝巢，真能庇佑子孙。小朱鹮已经羽翼丰满，它们已经不愿意老老实实待在窝巢里，开始扇翅练飞了。同一片树林里，树袋的小窝已经盛不下雏鸟疯长的身材，所以树袋的雏鸟羽毛没长全就要匆匆离巢。朱鹮幼鸟也迎来了离巢的时刻，青鸟监护在侧，期待着幼鸟离巢出飞。一只幼鸟勇敢地飞离了巢穴，青鸟立即追随过去。另一只幼鸟走出窝巢，在侧枝上踱步。一个趔趄，它掉下了树，它顺势扑腾着飞到了树下的稻田。朱鹮幼鸟的新生活从此开始了。保护朱鹮的栖息地，人类的村庄也因此而受益。这里成为中国内陆难得的清洁的田园。今天的阳羡也为中国乃至世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